率先开始的是 A 一组和 B 一组的歌手对唱环节。首先出场的嘉宾是师兄刘浩龙。望翻佢哋都是一般年轻人，令我想翻起好似自己旧时参加新秀的一些片段，所以琴日一嚟到，我的心情唔知点突然间都好紧张，即系谂起哇，我其实都好似当年都是其中一份子咁样。A 一出嚟啦，好 ，A 一要行啦。A 一组真系最强嘅，你谂下 A 一、A 二、A 三组，只有 A 一组系有机会赢到 B 组嘅，跳嘅有呢组比较多啲，唱到嘅又系得呢组多啲。如果呢组唔赢，咁边个赢啊？花姐都赞留咗啊，仲有个靓仔迪迪仔喺度添啊，牌面咁强嘅 A 一组，系惊佢哋夹唔到个新队员啫。細貓的加入其實對我們組也都很大幫助，那我們都知道下一輪是要唱歌又要跳舞，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幫手。對於這位新成員大家就很滿意了，不過細貓自己好像不多投入的。那時候火火宣布細貓要 過去 SNCon 做，那他簡直是很不願意這樣走過 SNCon 那邊，細貓是立刻扁嘴的。细猫之所以扁嘴，是因为觉得自己上个回合做错决定。我觉得头先你哋两组都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决，在抽人上面，你哋愿不愿意都一起加入呢个最公平的抽人范围入边？你哋可以倾一倾，不如倾一倾啊！你有咩谂法？我当你系队友，总之我 support 你噶啦。OK， 我哋跳入淘汰区。但系结果 ，Oscar 同 Carson 就被抽出局。因为那一刻要坚持坐在淘汰区，见住自己最 friend 的人两个淘汰，那一刻真的很难受。其实是不是真的有点内疚？我不知道怎样面对他们。我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，但是我面对不到他们。好像是抹杀了他们的梦想，好像令他们的梦想没得再继续下去。那一下还有真的很自责那一下。他重情重义的性格当然正啦，但是带着过分伤感的情绪要融入新队伍，咁就唔係咁好啦。不过呢、這个时候 ,A 一组嘅其他成员一直都陪喺細貓身边，希望俾多啲爱佢。新嗰组所有人都好好囉，係好 nice， 所以呢样嘢我係反而唔会好大压力囉，即係大家有乜就直接讲啦，又傾又讲又笑囉，大家都。佢嚟到呢一组呢，佢终于可以做返自己細路仔呀，即係佢可以俾阿 Anson 照顾呀。由 Anson 通領導底下咧，佢哋係每一次做任何表演，佢哋都是一條心，一起去練習，一起去吃飯。如果可以一起住，我諗佢哋都一起住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打到得 A 一，好 ，good， A 一組打頭陣，士氣好高漲喎。不過唔好忘記，佢哋嘅對手 B 一組絕對唔少嘢。第四回合第一戰 ，A 一組對 B 一組對唱比賽正式開始。加油加油，好收！加油加油啊！加油！有請師兄劉浩龍，佢哋會獻上緋聞男友同埋思覺失調。谁都猜到我喜欢你吧，时常发现我夜深开车送你归家，听背后有人在说我没回家，可惜我没留下，未曾垂下你窗纱，人家怎讲我不管也罢，
在意，是假的可以变真吗？到处亦有人撞过，我在和你交往，很多绯闻，可惜和你意愿略有偏差。或许你正跟我秘密拍拖，然而要知了后果，手也未够胆拖。要是你想可以容纳我，何必一拖几季还是再拖？问有算你会给我点唱爱歌，来回地听了十遍都不似送给我。当有人说你极其亲我，在那一刻是最难过。B 组。感動啊！突然間，唔知點解。係啊，緊張啊！誰都猜到我喜歡你吧？時常發現我夜深開車送你歸家，聽背後有人在說我沒回家，可惜我沒留下微塵。你撑伞，无需祝福，我早知结局。全我共你被讲多句字也心中，心里若有人问我，会认和你一对。这种虚荣，即使无法兑现。算委屈，传闻在说你正跟我秘密拍拖，然而预知了后果，手也未够胆拖。要是你心可以容纳我，何必一拖几季还是再拖？传闻又说你会给我点唱爱歌，来回地听了十年都不似送给我。当有人说你极其亲我，在那一刻是最难过。哦、有翻個統一感啊，幾好！我哋啦，我哋啦，加油！做到一半啊！傳聞在說你正跟我秘密拍拖，然而預知了後果，手也未夠膽拖。要是你心可以容納我，何必一波幾折還沒結果？好啦，要是你會跟我演唱愛歌，來回地聽了十遍多。当有人说你亦其亲我，现在欢喜心里难过。一系就全部望前，一系就望师兄。我讲咗十次。系啊。问我该怎么轻贺？点解讲极都唔听？喺度有好多紧张。好，做得唔错嘅，都仲暂时都仲做得唔错。因为我第一日同佢讲就系讲呢啲，拉力到，拉力到，望定一个位，紧张，紧张。Anson， 仍好吗？仲会每天失眠到天光吗？大头黑。没大没事，也许很老气吧。仍关心你，愿每天问，最后也明白角色时已不相衬。还由他去待我，为你紧。问太多根本不会讲，束缚不来与人马座，亦因为令年你不安。再离开不再讲，好嘢 ，Anson 系扮到识唱歌，佢好咗好多，佢好咗好多。你亦离开很远，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，最后谁又会可怜？极危险，连思觉像也失调，冇办法接受现实，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。你的声线还仍然有在意，而
分不清楚我位置。再见。系啊。哇！快啲垫下垫下啲评判啦，前面嗰两个。问太多根本不回讲，束缚不来如引马错，亦因爱你令你不安，才离开。你咪都听到我啲眼一路系咁眨啊，喺台上面唔好啊。能不再为你支持，明白改不变，你亦离开很远。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，最后谁又会可怜？极危险，连视觉像也失调，还是我太犯贱，还是我太大意，太过肤浅。发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。始终得不到你，始终得不到你。姜涛。哇！唔記得咗唱啊，姜涛。哎呀！點解你唔望嗰邊咧，姜涛？即使很多的求知，如今已做錯，記下了只有缺點。太心痛是我的一手包辦，你在身邊説，彌補如何還是太遲。Helen Show嘅嘢唔好理，唔使啲門面嘢啊。係。若然。你如果有日说分歧，我这生福气也用来祝福你，连收起阵痛都每一瞬起飞，而这飘美还应否舍弃。哦，努力就有成果了。咁啊，不如我哋听下评判嘅评价。B 组咧，其实我就觉得好夹嘅，但系咧佢哋好统一地吹板，即系成日都快过个音乐噶。咁 A 组咧就好用力咁样唱紧歌，但系嗰种用力咧，好似系用紧死力去唱歌嘅。我自己听嘅时候就觉得，系啊，佢哋合唱嗰啲位置。再问阿 Jin 啦，不如。Jin。我唔寫好歌俾你㗎啦。A 組嘅 overall 嘅 performance 會比較想睇嘅，係啦。咁 B 組有某啲嘅學員嘅 performance 會比較出眾啲啦。我就會挑剔少少，就係面部表情啦。因為雖然一首歌可能佢係苦情歌或者係佢慘情歌，但係其實每一句歌詞都有變化嘅，所以唔一定要用一個表情去唱曬成首歌。我覺得可以多少少變化咯，因為我見到某啲同學都係 keep 住一個表情同埋一種語氣去唱。聽住佢哋需要啲咩啊？每一個阿 Jin 就要表情。Alan 係 rhythm， 佢覺得佢頭先唱得太急。或者評判的 comment， 我們暫時聽住咁多先，因為其實他們嚟緊咧都要準備咧就係 dance battle 嘅部分，到時我們又再問下評判的意見。最緊要就係多謝師兄，多謝曬師兄，多謝曬。可唔可以幫我做呢個動作？